要请我进的，要请我不要，要请俺们的没得。BTS 救国记 7 之后再推新曲 3D， 然而其中一段 rap 歌词却引起歧视亚洲女性的争议。All my ABGs get cute for me. I had one girl, too boring. Two girls, that was cool for me. Three girls, damn, those horny.Four girls, okay, now you home. 这段由美国饶舌歌手 Jack Harlow rap 的部分，有不少人认为是在歧视亚洲女性，不懂公司为何会审查通过，更直指救国身为一个亚洲出身的巨星，虽然不是作词者，但这是他的歌，在用词上应该要更加谨慎。但也有网友替他还价，表示在这首歌里面，救国与 Jack Harlow 是站在对立面，代表着不同的感情观与价值观，希望不要无限上纲到救国本人。不仅歌词惹出争议，最近微博更流传疑似私生偷拍救国在家中环抱女性的亲密影片。尽管影片十分模糊，粉丝纷纷拿出证据打脸，多数网友也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却让不少人好奇他的感情世界。而救国日前在直播上也亲自解答啦。没问题，我邀请我进的，邀请我不要，邀请俺们的没得。지금일만하고싶기때문에필요성을못느끼고있고없습니다그만얘기하세요그래여자친구그아미해아미난지금은진짜아미들밖에없어그만얘기그러니까걱정하지마라오케이지금아바하니까아미바라기니까걱정하지마세요진짜아우속이시원하네